很热血、很疯狂的事情。我们要往东开车12个小时去洛磯山脉，然后过这个周末。然后我现在来接我的朋友，我们要去租车，好累哦。世界有没有星巴克？哎，我也想喝星巴克。视频怎么就是这么香啊？喷干嘛的？消毒啊！看起来好 sticky。终于看到山了，好惨，我都没来过。可是我真的蛮喜欢的，那里山顶还有雪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
有人在我说，我做了一个下午的作业之后，开始慌了，不敢睡觉，拿出了电脑，要来写作业喽。学生